们是 AKB48 Team Message， 我是毛维嘉，我是朱琳，我是叶智恩。大家知道我们马上会有一个唱会，大家知道什么演唱会吗？当然知道啦，当然知道啦。那我们这是我们四周年演唱会啦，《For 你心中的歌》。好的，下面就玩一个和四有关系的智力游戏。大家觉得聪明程度排名的话，大家可以拍一拍。我应该不会是垫底的，我相信吧。这种东西说的话说的越多的人，就是越不聪明的人。哦，我什么都没说，我就说不垫底哦。所以叶真一句话不说。对，装高手，最聪明的。沉默装高手。是玩成语接龙吗？听到游戏规则，实地朱琳。加油！游戏开始喽。一。Y O U W I L L B E L I K E T H E 完了，这位朋友有点危险哈。一、二、三、五、六、七、九、十、十一、十三、十四。怎么说呢？对啊，我们还没开始。我对数字这个东西就是非常的不擅长，是数字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就只能说我们学金融的，就是有一定的优势在这里。这样子，让我们朱琳自己选一个数字。啊，四啊，就选四。你还选四？啊，重新开始。嗯，选一个七。七 ，OK， 来哈，一、二、三、四、五、六。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五十六十八十九二十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拜拜啊！拜。只能说金融帮助了我，谢谢金融让我学会了这个数字游戏。惩罚时间到。是我跟世凯那一段吗？是你一定要不要把我变成这样吗？你不是也很享受吗？在你心里我究竟是什么样的？我们不一直都是这种关系吗？啊，或者就是或者就简单一点的，你一定要把我变成这样吗？你不是也很享受吗？那我还想要更多呢，到我身边来。我看你最享受。我只是告诉你们这个词啊。来吧。你们谁决定谁先说谁就占有先机？这一定要这种程度的惩罚吗？嗯嗯嗯。你一定要把我变成这样吗？你一定要把我变成这样吗？你难道不是也享受吗？什么什么什么？如果说我想要更多，如果说我想要更多呢？你到我身边来，我亲自教你。那我们奖励的人有吗？工作人员会无分组的发一条朋友圈夸毛维嘉。咦，好羡慕！哇，毛毛有什么想好的文案吗？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完美的人，没事，老师就真心实意的发一段话就好了。我会看看，就是看看老师对我的感想是什么样的，我从中汲取一些灵感来。嗯，拜拜，拜拜，四周年见，四周年一定要来哦，拜拜。